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装几个灯。这业主识货呀，买的是 OPPO 的。先装这个客厅的，这个灯差不多1米左右。先把这个灯的底架呢拆下来。安装之前呢，也可以增加一项工序，先试个亮。带上我的腰包，这样我们干活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。首先呢，我们用笔在顶上找一个中心点，左右前后测量十字中心点。这一步的工序呢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下一步放线做好铺垫。用水平仪放线，这样安灯我已经用了5-6年了吧。曾经就有师傅和我说过，装个灯还用这东西，眼睛看个差不多就得了。我也只能呵呵一笑，继续坚持我的方法，因为用习惯了。上钻头打孔的时候呢，我平时都是用这些装灯的这个塑料袋，然后戳一个洞，用它来接灰嘛。它的面积比较大，有那个专用的接灰的，我也有，我还有一个博士的，其实都没怎么用过，带着也不方便。还是那句话，可能是干习惯了。孔打好了，在我的包里呢找几个膨胀管，厂家的那个打8毫米有点松，打6毫米还塞不进去。用400多的电钻砸胀管，大家觉得我这个太狠了。其实带锤子的话，我有时候一个人干活害怕失手，掉下去的话就把地砖砸了，所以就用电钻。底架现在固定好了，这个灯呢业主已经擦了一遍了，擦得非常干净。这个灯呢是带这个机械端子的，我们直接用螺丝给它上紧就可以了。顶上的这个线呢有点短，然后我特意给它做了个延长，这样也方便我们接线，如果太短的话你接线的时候比较麻烦。这就是一个人干活得找自己的方法。这几年的灯呢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简单了，也很好安装，不像前几年像那种整体的水晶灯那么大那么重，一个人装那几年干的我是胸口这个位置啊老疼，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好了。就是这两根线送电准备试灯了，把这个总闸和这个灯闸扶起来。这灯是不是很漂亮呢？三色变光的，带遥控器。这个灯的质感非常好，光色重振，无频闪，大品牌的好处嘛，就是贵一点。每次安灯呢，我都是先挑那个最难或者最费时间的灯装，后边就越装越简单了。因为随着我们体力的消耗呢，越到后面我们应该装的就越轻松一点。这个餐厅吊灯呢可以做好几个造型，这个让客户自己选择吧，尽量弄到他满意。斜的不行，最后给他调成了平的。这种灯安装呢尽量取在餐桌的正上方，高度呢我们可以给客户建议，然后让他自己选择。不过这个线呢很长的，他也后期可以自己调节。剩下几个呢就是卧室的小灯了。哟，看这东西，榻榻米上堆了一堆，要安这个灯还得帮他把这个清理掉，因为我们的梯子呢要搭到上面去，不然的话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干活的话太费劲。大家都说我这个梯子好，让大家看一下真正的好处。这种情况它可以这样用，打孔固定好十字架。这种圆灯呢其实要求就没那么高了，非常好安装。干这种活打孔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看它线的走向，避开它线的走向，我们打孔一般是不会打到线的。装好一个灯就试一下电，这样的好处呢，就是真的避免出了问题，我们好排查。当你全屋子的灯都装完了，你一推闸推不上去，那麻烦了，找问题都不知道朝哪下手。这是主卧的、次卧的，全部都已经装好了，效果还不错。我这个梯子呢最近也有一个问题，它在伸缩的时候不是那么顺滑了。大家也问过这样的问题，该用点什么东西来处理一下呢？